上古神话记载，女娲炼土造物，一只洁白白毛神神的生灵就此诞生。她用长长的耳朵聆听百姓的疾苦，用强劲有力的腿送走厄运，带来希望。口耳相传，事迹身碎，就是她探寻人间的日子。外甥小侄儿，外甥女，小侄女，孙媳妇，外女婿，换你，换你，我来，我来。外公和外婆，大舅和大舅母，大姨、三姨、四姨、小姨、三姨、三和小舅，大表哥、二表姐、四表弟、五表妹，隔壁老王、三姑六婆、王阿姨、陈老师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红包拿来啦 ！One two one two go， 跟明天 hello， 快乐到永久，阔步昂首。敲响，一跃千金。